所以就索性把它拿来当成我的鼠垫，但是坐上去是真的很滑欸，你们可以感受到我的那个，就是这真的很滑，就是我现在很像常太郎，我觉得现在需要我们需要一点动感的音乐。欸，常太郎有主题曲吗？常太郎有主题曲吗？是不是没有？其实我跟常太郎才刚认识不久，所以我并没有很了解他。常太郎主题曲还有吗？没有啊？为什么搜寻常太郎主题曲出现的是哈姆太郎 OP 啊？为何啊？摇，我想要摇的歌是什么？摇，金。来来来来，轻轻摇摆。有什么歌比较适合摇啊？应该搜寻那种啊，我知道了，搜寻那种电音舞曲，水平电音的，点阅率最高的这个270万观看的。嗨，起来各位，哟，刘海都乱了，这个
适合大家合家在家里就可以做的居家运动。对，因为最近下雨天嘛，因为其实我今天本来也是很想要去跑步的，结果下午就下大雨。我本来想说今天直播前可以来去跑个步运动一下，然后结果下大雨，而且一直下到现在九点还在下。那我们没有办法运动，我们就只能在家动动我们的腰，大家一起动起来，跟着潘老师动起来。好累啊！对，我只想要说一下这个，对，这个滑鼠垫，对，它非常的滑，就是我们坐在上面这个滑动上，你看，如果不垫它，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沙发，其实已经是有垫垫子了，可是你看哦，是真的，就是动不太能够动，就是它有点直滑，而且有这个滑鼠垫的话哦，非常的好滑。谢谢康妮的金针花瓣。对，我相信有好好的使用这个滑鼠垫。上了这个滑鼠垫的，不管是物品还是人，我们都可以成为滑鼠。我今天也是一只滑鼠。谢谢荣哥的会员票。好了，我们的这个暖场差不多结束了。我们现在刚刚只是一个暖身而已。对 ，OK， 我们大家就来换一点曲风，好吧 ？OK， 我们暖身结束。啊，等一下。暖身结束 ，OK， 我们来换一点平常爱听的歌单，来听听。我看一下今天要来听什么歌好呢？哎呦，我的歌单没有更新啦。我们来听 The Autumn Song 怎么样 ？Ever Garden， 因为最近快要秋天了，秋天要来了，我们来听一首。秋天之歌，秋天又到了，一直下雨，然后天气也比较转凉。下礼拜就是中秋节，中秋节过了就是秋天了。我最喜欢的季节是秋天，因为凉凉的很舒服，而且我秋天。的晚上去跑步是最舒服的天气。今年的秋天感觉也会很热。今年的秋天不知道哎，其实台湾一直都没有什么秋天，都是夏天好了就冬天。就是你会看到气象预报跟你说什么下周下就是温差10度。对，就是突然的就冬天了，所以在台湾其实穿不太到秋装，都是夏天的衣服，然后可能秋天就加一件小外套这样子。然后就冬天了。我跟你们讲，今天下午真的是突然下大雨，然后我那个时候我骑脚踏车骑到一半，然后下大雨。可是因为我就想说，我那个差不多骑了5分钟的脚踏车吧，然后我想说，我再坚持10分钟我就要到家了，我就不想要再买雨衣，因为我前阵子就是很常带雨
雨衣出门的时候没下雨，然后我没有带雨衣的时候就突然下雨，而且那气象预报都不准，就是他说会下雨，结果没下。像我昨天就带了雨衣出门，结果没有下雨，结果今天没有带雨衣出门就突然下雨。我因为这样子，然后我已经买了四件轻便雨衣，就是每次没有下雨小时候，哈哈，买一件轻便雨衣，不想淋到雨。结果买了四件，我家的雨衣都不知道要放哪里耶。真的是很生气，然后我就想说，反正在十分钟就到家了，我就不想要再买第五件轻便雨衣。对，然后我就想说，反正十分钟一下就到家了吧，就越起那个雨越夸张大，就是真的是有点微台风天的感觉，是暴雨。然后我就一路这样淋着雨回家，希望我不会感冒。我回家马上就有冲热水澡，希望不会感冒。好可怕，我觉得今天运气很不好，而且我是今天早上早起嘛，然后就想着啊，我今天因为我平常都是晚上去跑步，可是因为今天晚上有直播，我就想说不管，我今天直播前我一定要去跑步一下，结果就啪就下了一整个下午，下到晚上。就每次只要我有想要跑步的念头的时候，就会开始下大雨。Hello， 罗莉亚，晚安。大鱼的功用是保佑不下雨，而且因为我包包很小，就那个雨轻便雨衣这种东西是你只要打开过一次它就不轻便了，就你没可能收纳成就是你刚买来它那个扁扁的样子。谢谢天竺鼠，救救你哦，救不到它好快就没了。可是因为我又不喜欢就是带着很大一件的雨衣出门，就我觉得轻便雨就是比较方便。穿过就回不去了，讲的好像是一个什么很厉害的东西，有没有？我吃过高级寿司，我就回不去真鲜了，这样。轻便雨衣就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还凭什么？他凭什么这样？可以再折，可是就怎么折也不可能折回原本那个 size 啊，就是因为它会有空气。谢谢杨公公的红玫瑰。今年应该不缺水，应该是不缺，而且今年终于已经隔了不知道多少年，终于有台风登陆台湾，所以今年不愁不缺水啦。四年没有台风登陆了，但是我其实。现在对台风假好像也没什么感觉，就是学生时期都很希望可以放台风假，就想偷懒嘛。可是自从不当学生之后，就是台风假好像也不是很关我的事。然后还有什么啊？就是国定假日什么的，就是那种国定假期是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哦，七年没有台风登陆了，那么久。后面还有一个台风，希望我这次可以放到台风假。放台风假就是开心。昨天有大地震，哎，我怎么没有感觉？我有看到，我有收到那个地震警报，可是我没有感觉有地震呢。在北部的大家有感觉吗 ？Hello。
电梯被震坏了。哇，好羡慕家里有电梯，这是重点吗？好羡慕有电梯哦，我家都还没有电梯可以被震坏，好想要有电梯。因为我们不是最近刚买了新的书柜嘛，然后那个时候是两个男生就是送上来，然后一个是应该是资历比较深的，然后他就是拿着纸跟笔走在后面，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应该就是新来的菜鸟小弟，然后他就一个人扛着那个书柜，他上面还有玻璃，也就是很蛮重的，然后就一个人这样扛上五楼。然后因为我那时候有点担心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走道其实有点小，因为我之前说过我们家的那个楼梯间就是它不是一般的那种，就是怎么讲，这样子直的，我们家是就是圆形环状的楼梯，所以对于搬那种大型家具其实还蛮不方便的，就是很容易会就是你刚走一步卡就撞到了。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有点担心，因为之前有一个送家具搬家具的，然后就是他就把我们的玻璃撞坏，因为那个楼梯太窄了，然后就是工人就是比较没有注意到，然后就咔，然后那玻璃就，那时候花了多少钱换那个玻璃啊，好像好几千块，对啊，就只能赔钱啊，就好亏哦，买一个家具然后花钱赔玻璃，所以我就担心，然后我就下去看，然后我看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搬到四楼了。因为那时候他们要搬上来，我就想说先把家里一些东西就是清到旁边，这样他们比较好进来。然后我出去看的时候，他已经搬到四楼，然后他一个男生搬，然后他就气喘吁吁的，然后他就问走在他后面的大哥，然后他说怎么还没到啊？现在几楼了？然后他后面那个大哥就说现在才三楼而已啊，加油还有两层这样。然后我听到我就说没有啦，已经四楼了，只差一层楼欸，就是他明明就走了四层楼，然后他后面的那个人还不鼓励他，然后还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搞错还是骗他说他只走了三层楼，然后他就什么我走了那么久才三层，然后就很喘，然后就说没有啦，在一层楼就到了，加油这样子。就是我们的那个楼梯，因为他就是太回旋了，所以就是人家走到都晕头转向了，就没，而且没有电梯真的很麻烦，就也很辛苦。所以我每次都觉得，就对于这种，你知道，因为他搬上来他只赚400块而已，而且400块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全拿，还是就是他们搬的那个公司会抽钱吗？就对，我甚至不知道那400块他有没有全拿，就是很辛苦，我真的每次送家具都觉得很不好意思。而且我们最近又刚下定了一个化妆台，对，到时候又辛苦了。最近一直就是因为我们家也是20几年了，然后最近就是开始各种东西坏掉。我们那时候为什么会把那个原本的书柜丢掉，是因为它的那个抽屉整个就是掉下来，因为它那个木头算是合成木，因为我们家比较潮湿，然后它就是整个抽屉掉下来，然后里面东西都洒出来，然后那时候想说天哪，真的不行了，所以就必须买。所以最近就是真的是大破财耶，就是书柜好像也买了6000多吧，然后化妆台的话好像也是6000多，反正虽然都是跟奶奶，书柜才3000，很划耶。反正对，反正最近就是真的是大破财，各种东西都要汰换掉。现在几乎都是合成木，没有，其实可以挑啊，还是有那种实木的。还好哎，我们买的那个是叫木星版是吗？木星版的比较好，大家如果
要买木质的家具的话，木芯板还不错。化妆台刚下定，还没有送来，还没有送来。立牌还有位置放吗？哎，立牌我都还没带回家，不知道要怎么带。对，好想要家里有电梯哦，而且特别每次就是出国啊，那个行李箱都自己搬到五楼，20几公斤，好重。这时候就好想要有电梯。对啊，就是因为我们家太老旧了，就是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要，就是油漆啊什么的都是要，就是要定期保养的。对，虽然我们家油漆都是奶奶漆的，她根本就是油漆工，我们家的油漆工。二十几公斤自己搬好辛苦，其实还是蛮辛苦的，但是我搬的时候我就会告诉自己把它当作在健身。对，因为我有运动过度受伤过嘛，所以我现在如果我要搬重物的时候，我都会告诉自己你要把它当作健身，然后用正确的那个姿势就不会受伤。对，虽然二十公斤要自己搬到五楼很辛苦，可是我搬的时候我就是一阶一阶慢慢搬，然后每次搬的时候就是可能比如说搬个十阶为一个单位，然后要休息一下，就运动都是这样子嘛，可能10下15下做一个单位，然后我们再做第二组第三组，我就自己当自己的教练，然后这样1、2、3、我这样拉，然后1、2、3，然后吸气，要配合那个正确的那个吸气跟吐气。对，然后这样一阶一阶搬上五楼。我这是我自己的健身教练。对，这样子比较不容易受伤。对，而且你把它想成是健身，你就会比较开心一点，就想说啊，健身这样子，对不对？为了肌肉线条，为了瘦，对，会变好看的，然后你就会觉得比较开心。可是如果你的心情是觉得又要搬上五楼好累哦，那就会觉得怎么搬那么久，才3楼吗？这样。最近还有去健身房吗？会去啊，之前感冒的时候就没有去，只是先养好身体比较重要，身体养好了才能再去练体格嘛，对吧？精神胜利法是，我觉得那个心境是很重要的。但我也不知道我抵抗力怎么可以这么差。搬东西以顶楼当目标，顶楼当目标，我们家就是顶楼啊。开始训练以后有变好，不知道哎，应该或多或少有吧。我有点想要去关电风扇，我被吹到有点冷。不然我把它推另一个方向。我刚才一直被吹到，我觉得喉咙好干，不喜欢吹电风扇。今年不常感冒吧？我觉得我戴口罩以来就
蛮少感冒的，可是感冒半个月是真的是近几年来第一次，哎，就是怎么样都好不了，好烦哦。但是因为我就是事不过三的人嘛，所以我看医生第三次的时候，我就觉得不管好不好，我不想要再去看医生了。对，结果最后对、啊，后来我也没有再去看第四次医生，然后他就自己好了。顶楼应该超热的吧？顶楼是蛮热的，就是夏天，特别是下午的时候，那个太阳，哇，照下来，我们家里面根本就是烤箱。Hello， 地瓜球，晚安。晚餐吃完了，当然我晚餐六点就吃了。是顶楼加干嘛？不是啊，就正常的五楼啊，一般公寓都是到五楼。谢谢荣哥的金色蛮花。今天又湿又热不舒服，不会啊，我淋了一场大雨，回到家都想说好冷，赶快去冲个热水澡。最近，我今天一直中离。最近才刚拿到那个一起演唱会的小卡，你也是长这样子的。我今天才知道我长这样，而且我甚至不记得我自己就是交了什么照片上去，然后看到时候就是是这一张，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小卡。全套羡慕吧，这个小卡你们是怎么是用随机抽的吗？你们没有拿到我的，我都长这样。我现在可以给你们截图，是抱着一个抱，你们截图的。加油，手机冰加油！水泥在冰箱已经出来了，出来了。我现在正在用我的冰冷的冰枕，对。等及时救援还是有点用的，我真的很怕被关。冰枕是需要，我真的要去换电池，好啦好啦。哎呦哎呦，冰的冰的。我们哎，我们刚要做这个小卡的。这个角度应该是，等一下，我的冰枕，我冰枕刚才
这样好，可以好。微妙的平衡，应该是这样子。小卡的角度。嘴巴要有点那个微撅，露出几颗牙齿这样。有吗？有吗？有像吧？你看看，你们有截图到那个直播版的小卡了吗？没有拿到小卡的可以截直播版，有吧？差不多吧。OK， 像你们小卡。所以那个小卡是要怎么拿到的？拿呆呆的会不会结再次？好，点。入场的时候随机发的。哇，不知道多少人有拿到我的。没有吹电风扇，就又有一点热。连手机君都抗议。旋转哦，对哦，我都忘记电风扇有旋转的功能。嗯，是可以开一下，开一下怎么转？有了有了，被攻击。那第一次有这种小卡，我觉得很酷，蛮可爱的，请多多指教。谢谢大家的，我觉得大家都很好看，你们好可爱哦，我是小卡富翁。我记得我写什么，我不记得啊，我就今天看到的时候想说，后面有写字哦，然后就看一下，哦呀，我写这样子哦，因为我其实我不太知道小卡是什么形式，而且我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收啊，不知道要收在哪里。有小卡收集册哦，是哦，我想说不知道要收哪里。你们都会夹带手机壳哦。因为我以前这些周边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收，然后我是前阵子才买的那个声写册，然后才能把那些照片放进去。我手机是不是起雾？应该冰冰箱。我刚才我好像越来越朦胧哦。要拿个什么卫生纸擦一下。哎，怎么还是雾的啊？还是雾的，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怎么会这样？是我错觉吗？为什么？他还没有退兵呢。内测起雾，好吧。好吧，就这样。自带美肌，
后还有这个深写真，这个深写真是在哪里啊？是可以指定的吗？这个深写真？可是我其实觉得，我的全身不好看，都是随机的。我觉得我的全身不好看，长得很奇怪。虽然这样子看好像还好，可是我这样实际看，我觉得我的脸看起来好长，好奇怪哦。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普通的 Mina， 我自己最喜欢大头的这一张，大头这张很好看耶，喜欢。有这种不是看起来好像很会读书的样子嘛，一看就是一看就是那个自由生。有拿到印签哦，有啊，但是我想说印签的话是也是随机吗？而且我每次都看到的时候才想说，天哪，我写了什么都忘记。腿拍的有点短，没有，其实这一套衣服本来就显腿短，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裙长就已经快到膝盖了，然后因为我个子比较矮，然后加上它这个袜子是这种泡泡袜到这边，所以就是视觉上腿白就会比较短。对，我荧幕前真的好雾，我的天，是真的蛮冰的。比较宽松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这套制服是蛮好看的，就咖啡色，还蛮好看的，就夏天穿有点热啦。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泡泡袜，我觉得我不太适合泡泡袜，就是因为我的腿没有到很直，就是腿不直的人穿泡泡袜会更凸显那个腿型，不好看。对，所以我其实就。就是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近照啦，我觉得上半身好看。比刚刚更雾了，怎么会这样？要再拆一次吗？没有，这个是里面的问题。可是之前好像不会这样。哦，因为我最近刚换了新的那个手机膜保护贴，是不是我没有贴紧所以才这样？是吗？因为我怕我手机卡，是先把冰枕拿起来，它会不会好一点？冰枕真的很有用哎。先把冰枕拿起来看，等一下应该就好一些。大头的脸颊有，本来就一直都脸颊，我现在真的好雾哦，我现在这个人仿佛是隔了一层什么，但是我压看看这个是不是我保护，因为我是自己贴保护贴的，我是我没有贴紧的关系嘛。然后再眼擦，哎，好雾哦，怎么会这样？没事，等一下就会散去了。还是我现在对他呼气会有用吗？还是会更雾？太雾了吧！哦，我觉得我后退脸看起来好像就比较还好。因为他不是太冷，所以才起雾的吗？比较不错觉，好像算了，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差，算了，等一下，等一下就好了，让他那个那个退兵一下。来，你哪有反光？我反光？为什么？哦，是因为那个吗？太亮了，我调暗一点的话，这样嘞。话说，我之前手牵手公园的歌，我应该，我是不是只剩 Glory Days 没唱啊？是吗？我只差一首就唱完了，那我今天可以唱一下，因为我今天还蛮好看的，而且现在有滤镜，不止。我还有什么歌没唱吗？哦，还有绳索是吗？哦，不是因为穿黄色吗？我今天想，因为我原本想说。我好像剩 Glory Days 没唱，然后想说那就穿黄色配合一下。我这个还没，我有这么多首歌没有唱哦。居然，我们要今天一次把它唱完吗？还是一次唱一首？新端是上一套公演的啦，哎，新端我绝对有唱过吧，火箭越听越好听，火箭，我之前就说了，火箭就是舞蹈帮他的曲加了很多分啊。浪漫火箭是舞曲，舞曲 ？Are you sure？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浪漫火箭是舞曲，浪漫火箭不对，等一下，等一下，你们有听到我刚刚开台放的歌是什么吗？我自己认定的舞曲要到那样子，就是你听到那个 beat。节奏很重，然后你就会想要跟着就是摇摆跳舞，那种才对我来说才是舞曲。浪漫火箭那个，你们听到你们，我没有看过你们在台下有跟着一起这样子哦。我浪漫火箭是一首轻快的歌啦，但是你要说舞曲，舞曲是这样子定义的吗？你们跟我定义的很多东西都不一样。虽然我常常把东西搞混，但是我真的觉得浪漫火箭不算舞曲吧。哪首歌你们会酿？就是刚刚我 drop the DJ drop the beat 的时候啊，所以我剩三首没唱好，那我来想想看，火箭要穿什么衣服？火箭感觉要穿的很奇怪吗？我自己觉得像 Innocence 跟浪漫火箭那几首歌。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觉得衣服跟曲没有到很搭吗？就是 Innocence 的感觉就是衣服应该要偏性感一点，可是如果要接浪漫火箭应该要搞怪一点，就是我不知道欸，我就觉得没有一个折中的服装，因为我自己觉得浪漫火箭这首歌就是要比较搞怪一点。火箭要穿红色，我自己是那个火箭吗？ Free to fire， 就上去了。但其实我真的超级没有红色的衣服哎，就是因为我自己喜欢就是浅色系，就是比较粉粉嫩的，不是只喜欢粉红色，就是
就是浅浅的颜色，浅蓝、浅紫什么的。奶奶，红色衣服，红色衣服有啊，奶奶有啦。奶奶的衣服都蛮显眼的，但是我自己的衣柜其实米色、白色、浅色居多。仙气的特效好像比较散了，对，现在好像正常的。原版的服装我有点忘记了，很久没看原版，每次都沉溺在自己曼妙的舞姿当中，对，已经忘记原版是长怎样。但是我记得原版的那个手牵手跟下课中 love song 的衣服，就是很拉拉队的感觉。但是怎么算是原版？因为 SK 是最最原版嘛，但是本家的服装又不太一样。好像没有成员的圣诞 T 是红色，我记得果果的好像是暗红色。那我们等一下先来唱个 Glory Days， 可是我好久没有练习 Glory Days， 我其实有点微担心，就是因为 Glory， 你看我连练歌名都卡住。 Glory Days 我觉得是公演曲里面最难唱的一首歌，就是因为它很拍子很快，字数也很多。然后我有 Glory Days 的歌词吗？ Oh my god， 我找一下。我可能，我好像没有。我的歌词，等一下我想一下，我要去哪里才能够找到歌词？如果现在，我没有，我居然是没有歌词的吗？我记得我很久以前有截图在手机里面的，网络上应该没有啊，大家对不起，等我一下。我来找看看会不会有很久以前的截图之类的。啊！我找到了，我有歌词，而且我在上面还写了很多笔记耶。怎么办？我现在有点担心，我很久没有练习，我会唱不好。都是在怎么唱啊？我那个，你们让我熟悉一下，应该放下去就会了。好，我努力好不好？如果唱不好，我们大不了 NG 一次，反正直播 NG 这种事情常有的。可是我还是觉得我今天声音有点卡，
猜想一下。原版欸，有原版吗？听一下这个。好，这首真的是很难，我错了，我以为我剩着一首还没唱。真的好幸福。嗯，你好，听一下前面，我想听那个喔喔。试试看，不行我们就 freestyle。从辽阔遥远无垠的天边，破晓阳光悄悄侵占满衣浮现。不会吗？好，再一次，喉咙还没背，我真的好久没有唱歌了，因为感冒半个月，我很久没练有差。从辽阔遥远无垠的天边，破晓阳光悄悄侵占那一浮现。Sunrise, sunshine， 望路开了闸门，血红的瞬间，此刻翻涌而出的水清澈了些，蔓延过城市被沙漠覆盖的街。Every day, every time， 今天我仍活在这世界。哇哇哇哇哇哇 ，Glory。大学小朋友打打闹闹，上课虽然蛮无聊，可稍微听听也好。经济那当然要到教书本爷爷背牢，老师说的这一题比考究竟有多重要，从不发牢骚遵守规定不常翻掉，画面绕着脚带呱呱中一秒一秒，想把水龙头开着就跑却忘了关掉，我想我迟早莫名其妙陷入面临绝招，若这时候我就叫这一台词。我该说快打结了，这个很难耶，陷入灭顶泥沼。再一次，我真的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好难唱啊，救命！不是我，因为我真的忘记
我还没不是，我忘记我除了这首还有其他首没唱。好，再一次，我这次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哼，破晓阳光悄悄侵占每一幅线 Sunrise, sunshine 望路开了闸门血红的瞬间此刻翻涌而出的水清澈了线蔓延过城市被沙漠覆盖的街 Every day, every time 今天我仍活在这世界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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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一起来特地早起到学校，朋友打打闹闹。上课虽然蛮无聊，可稍微听听也好。紧急闹大人们的教导，讲书本页页背牢。老师说的这一题必考，究竟有多重要？从不发牢骚，遵守规定不常翻掉。画面绕着胶带往挂钟一秒一秒，想把水龙头开着就跑，却忘了关掉。我想我迟早莫名其妙陷入灭顶一刀。若这时候我就叫再做名为青春的梦，要多么认真度过才隽永闪烁，镜子里我一切似乎依旧还是那个我，要继续走在通往未来的路途中，就算狼狈不堪又手忙脚乱，因为喜欢所以追赶结果无关，失败花的泪，这世道不留下一丝丝不敢看，这般没什么好提心吊胆，老了电路这几个弯不嫌太晚。 Anyway Anytime 我都会不断把脚步迈开是这样的吗？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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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到底该具体要怎么爱到爱到底该具体要从哪里掌握才好，还不懂，但是嘴角总藏着爱的谎。好，等一下，让我从第二段再接一次。等一下 ，Anyway Anyhow， 我都会，Anyway Anytime， 我都会，怎么唱 ？Anyway Anytime。我都会不断把脚步迈开，应该是这样。好，我从第二次副歌再一次，然后。还是那个我是这样。走。就算狼狈不堪，又手忙脚乱，因为喜欢所以追赶结果无关。失败花得来，就是到不留下一丝丝不敢看，这般没什么好提心吊胆，老了电路转几个弯不嫌太晚。 Anyway Anytime 我都会不断把脚步迈开等一下，这句话怎么唱？这句话怎么唱啊？我真的不应该勉强了，等一下我再听一次，这句怎么唱啊？都会不断把脚步迈开，怎么唱？好奇怪。Anyway，Anytime， 就是我唱的跟那个曲对不到。Anyway，Anytime， 我都会。Anyway，Anytime。我都会不断把脚步迈开，感觉是这样子啊。Anyway，Anytime， 我都会不断把。我怎么对音乐没办法？再一次。过了来。Anyway，Anytime， 我都会不断。
慢大脚步迈开。好像找到了。Anyway，Anytime， 我都会。哎。Anyway，Anytime， 我都会不断大脚步迈迈开。哎。不断把脚步迈开，我都会是低的啊，好难哦，救命！都会不断把脚步迈开，好像是要快一点。好，啊，我再挑战一次，我不可以再次 NG 了。这到哪里了？我再从第二次再赢。就算狼狈不堪，有手忙脚乱，因为喜欢所以追赶结果无关。失败划得来，就是到不留下一丝丝不敢看，这把没什么好提心吊胆。老了点路转几个弯，不嫌太晚。Anyway， anytime， 我都会不断把脚步迈开。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爱到底该具体要从哪里掌握才好？还不懂，但是追焦总唱着爱的纷扰。或许是碰巧这个过脚不见烟消战壕，没想过思考，或许和平不单一句口号。我知道地球上有其实一种烦恼，每个人都要确保幸福美满吃饱。如此巨大的问号，我实在太过渺小，只能够祈祷英雄赶快降临出招，被空虚包围，恐怕很伤悲。无能为力改变，万念俱灰，心神破碎，失去了感觉。一旦面对，为何会睁开眼？啊！再来，再次，从前一段，从被空虚包围，我快成功了。被空虚包围，痛反而伤悲，无能为力改变，万念俱灰，精神破碎，失去了，啊呀，好难。被空虚包围，痛反而伤悲，无能为力改变，万念俱灰，精神破碎，失去了感觉。一旦面对，为何得睁开眼？由衷的抱歉，凝神透明的泪，无视坠落胸口的深渊。Oh my god， 吃错吗？不是，这边拍子也不对啊。最后一句是怎么样？哦，是要快的。好，我知道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可以，我可以。被空虚包围，痛快难伤悲，无能为力改变，万念俱灰，心神破碎，失去了感觉。一旦面对，为何得睁开眼？由衷的抱歉，几次透明的泪，无知坠落胸口的深渊。就算狼狈不堪，有手忙脚乱，遍体鳞伤，咬紧牙关也会习惯。First time， 再难挨，总有一天将愈合。
成把释怀，先别急着逃开，等待血流干，蜕变的姿态一定更加勇敢。 Say no Say yes， 要怎么活着我给自己交代。手忙脚乱，遍体鳞伤，咬紧牙关也会习惯。First time， 再难挨，总有一天将愈合成把释怀。先别急着逃开，等待血流干，蜕变的姿态一定更加勇敢。Say no， say yes， 要怎么活着我给自己交代。哇哇哇哦哦哦，没有哇了，是不是？哇哦哇哦哇哦，后面有窝吗？随便啦，好难唱。哇哇哇哇哦，后面就有 Glory Day。光了，我的天哪！而且有人听得懂我在唱什么吗？有人听懂在唱什么吗？而且我刚唱这段那个歌词，我真的是笑出来。他说：“就算狼狈不堪，又手忙脚乱。”然后我就觉得我刚根本就超级手忙脚乱啊！然后遍体鳞伤，咬紧牙关也会习惯。对，我现在我唱，我大概 NG 了应该有十次了吧，我习惯。然后他说 ：“First time 在难挨，总有一天将愈合成疤出来。”我刚这是第一次唱这首歌，然后这超难挨。我那天好像这首歌我刚才唱了20分钟吗？这怎么那么难挨啊？我真的是啊，太困难了啊！对，这首是饶舌歌曲吧？这首真的很快，其实有先练的话就可以，但因为我真的没有特别练过。我很久以前有自己练唱过一次，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剪就只能剪到完整全，还是你们愿意听我再挑战一次？对，原来这 Glory Days 其实是填出我们这个，对，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歌曲，就是歌词很难唱，很快，节奏很快，无言蛮困难的，对，第一次很难挨，但是最后都会成功的。真的吗？你们要听我在录？如果我好，好，如果我这次成功，你们就不用剪接那么辛苦。但我怎么觉得还是会有人把我 NG 的剪出来？好，我再试一次。今天是我们的荣耀之日啊，大家！从辽阔遥远无垠的天边，破晓阳光悄悄侵占满衣浮现。Sunrise, sunshine， 晚露开了闸门，血红的瞬间，枝头翻涌而出的水清澈流泻，蔓延过城市被沙漠覆盖的街。Every day, every time。今天我仍活在这世界，哇哇哇哇哇！一起来！特地早起到学校，朋友打打闹闹，上课虽然蛮无聊，可稍微听听也好。听听那大人们的教导，讲书本页页背牢，老师说的这一题备考究竟有多重要？从不把牢骚遵守规定不常犯。还是打拳，可不可以再一次？可不可以再一次？
你们想说好烦，今天大家听这首歌几次？我们一定会一次 OK 的。哼，大家这次一定 OK， 好不好？各位，今天就是我们的荣耀之日。从那块遥远无垠的天边，破晓阳光悄悄侵占难以浮现。Sunrise, sunshine， 望路开了闸，那些红的瞬间，此刻翻涌而出的水清澈了些，蔓延过城市被沙漠覆盖的街。Every day, every time， 今天我仍活在这世界。哇哇哇哇哇！一起来！特地早起到学校，朋友打打闹闹。上课虽然蛮无聊，可稍微听听也好。静静让大人的教导，教书本夜夜背牢。老师说的这一题必考，究竟有多重要？从不怕老少，遵守规定不常犯掉。画面揉着脚，在网挂中一秒一秒。想把水龙头开着就跑，却忘了关掉。我想我迟早莫名其妙陷入灭顶泥淖。若这时候我就站在做名为青春的梦，要多么认真度过才隽永闪烁。镜子里我一切似乎依旧，还是那个我，要继续走在通往未来的路途中。就算狼狈不堪，又手忙脚乱，因为喜欢所以追赶结果无关。失败划得来，就是大不了下一次死不看看，这把没什么好提心吊胆。老了电路转几个弯不嫌太晚。 Anyway Anytime， 我都会不断把脚步迈开。哇哇哇哇哇哇，爱到底该具体要从哪里掌握才好？还不懂那是嘴角，总唱着爱的纷扰。或许是碰巧这个过角不见烟消战壕，没想过思考脱去和平不单一句口号。我知道地球上有七十一种烦恼，每个人都要确保幸福美满吃饱。如此巨大的问号，我实在太过渺小，只能够祈祷英雄赶快降临出招。被空虚包围，痛烦而伤悲，无能为力改变，万念俱灰，心神破碎，失去了感觉。一旦面对，为何被睁开眼，由衷的抱歉，即使透明的泪无知坠落胸口的深渊。就算狼狈不堪，又手忙脚乱，遍体鳞伤咬紧牙关也会习惯。 First time灾难，总有一天将愈合成把释怀，先别急着逃牌，等待血流干，蜕变的姿态一定更加勇敢。 Say no Say yes， 要这么活着我给自己交代。 OK， 我们撑到了 Please。就算狼狈不堪，又手忙脚乱，因为喜欢所以追赶结果无关。失败划得来，就是到不了下一次死不看看，这把没什么好提心吊胆。老了电路转几个弯不嫌太晚。 Anyway Anytime， 我都会不断把脚步迈开。又手忙脚乱，就算了也会习惯。 First time灾难，总有一天将愈合成把释怀，先别急着逃牌，等待先流干，蜕变的姿态一定更加勇敢。 Say no Say yes， 要这么活着我给自己交代。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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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一起来。 Wow哇哇哇哇！
情都没有感受到。可是我觉得我唱这首歌的心境完全就是我终于唱这首歌唱到成功了的那种感觉，就是对，在 first hand 在难挨，对不对？但是我们先别急着讨牌，等待血流感，它到底流的是你们的血还是我的血？好像是我的血。我感觉 oh my god， 而且因为我真的感冒太半个月，很久没有唱歌，就喉咙很不舒服，所以我刚才就是有慢慢在找歌唱的感觉，就是因为我前阵子就不舒服嘛，感冒，然后我感觉我的气好像吸不太到，就是腹部，所以会有点就是唱歌比较没有力的感觉。对，明白。我现在康复了，再来好好练回以前的肺活量。对，很符合唱的人。然后对，我刚 get 到最后一段，为什么我一开始会不对了？因为他一个人没办法唱啦，就是因为他最后一次副歌是要就是继续接着唱，没关系，就这样吧，就这样。我不要再挑战一次，而且我觉得你们也不想要听。公演可以挑战这首，我公演挑战这首，唱的部分我可以挑战。对，我觉得我其实就是有练习就可以。对，但我今天是很突然的，对，想到说，哎，公演还有几首歌没唱，对，所以那你们今天提醒我，还有剩下火箭跟绳索。好，间奏就是到我刚刚的跳，其实我根本不知道 Girl Days 的间奏怎么跳，但我记得是有点像机械舞的东西啊。这种之类的，根本不是这样跳，我也不知道哈，反正 anyway 就是这样，就这样。好啦，今天还要唱什么歌吗？我最后你们今天应该已经听 Girl Reggae 听到很难了，很烦了。我刚才讲什么？对，反正今天是我们的荣耀之日，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我们要记住今天的日子。我们今天的日期是。9月6号，好，9月6号就是我们的 Glory Days， 荣耀之日。对于我来说啦，是我的荣耀之日，9月6号可以记到你们的行事历里面了。对，因为 Mina 在9月6号这天初次 first time 唱了《荣耀之日》这首歌，并且挑战成功。对，本来还想要叫你们剪接，但后来觉得好 OK， 我们可以挑战成功，所以我们今天是荣耀之日，勇士们。而且你对啊，你们今天就是荣耀之日哎，我一定第一个玩，没有，我打就立刻记到我的行事历里面。但荣耀之日又怎样？荣耀之日都要干嘛？以后9月6号都要唱 Glory Days， 好不好？那你们也要唱，明明就是我自己的荣耀之日，然后叫你们也要唱，太逼人了吧？荣耀之日要干嘛？荣耀之日要干嘛？等一下，我看一下。为什么这首歌叫 Glory Days？ 还我其实没有好好的了解这首歌的歌词。我觉得我刚才完全是以一个就是不知道，对，我刚才完全是在用我唱这首歌的心情在唱。看一下这首歌到底是在说什么。好，我们来认真，需要讲解歌词吗？还是你们都听懂了？这首歌看看哦。这首歌歌词很正向哦，等一下，为什么听得懂？还是你说日文版的？你们需要我讲解歌词吗？还是没关系，就是有 feel 就好。讲一下好了，我们来朗诵这个歌词，我们来朗诵一下。好，从我觉得我错了，我突然觉得我刚刚应该，我对不起，我好，我每次一激动声音就很高。我觉得我刚刚应该要先朗诵歌词，然后再唱，因为我这样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拗口。对，我刚刚应该要先朗诵的，我顺序有点反过来。好吧，没关系，我都唱完了。我的人生永远都在懊悔。好，没关系。从辽阔遥远无垠的天边，破晓阳光悄悄侵占，满溢浮现，不是那个侵占哦，轻轻的绽放。对，我怕你们以为是那个侵占，不是那个侵占，满溢浮现，满溢也不是那个满溢包包的那个
是那个笑容满意的那个满意。我需要讲解的这么，我需要讲解到这么 detail 吗？啊，反正我大概念一下啦，然后 sunrise sunshine， 对，就是 sunrise 就是那个太阳那个日出 sunrise， 然后 sunshine 就是我是你们的 sunshine， 就是。要这么 detail 吗？好，没关系。天乐老师的歌词需要这样子讲解，你们确定？天乐老师歌词要这样讲解 ？Sunrise， sunshine， 这也不是天乐老师写的，这个是日文原本就是这样，好不好？好，好，继续。我们现在才第三句歌词，我们这样这首都会讲解不完。宛如开了闸门泄洪的瞬间，这个好懂吧？此刻汹涌而出的水清澈流泻，蔓延过城市被沙漠覆盖的街。Every day, EVERYDAY, every day. Repeat after me. Every day.不用这样，不用吗？你们可以一起学英文啊。Every time, EVERYTIME, every time, OK. Every time, 今天我仍活在这世界，是一首非常积极正面的歌啊，对不对？就是有一种啊，就是天空就是这么的辽阔，然后 sunrise。就是阳光也出来了，然后水这么的清澈流过这个城市，然后哇，我在这个世界，哇，这种真相，今天就是荣耀日，这是这么正向的，然后哇，就不用讲了，对，好来主歌，好，我们来讲主歌，特地因为我还没了解这首歌歌词，反正感觉前面听起来是正向的，好，然后主歌，特地早起到学校和朋友打打闹闹。上课虽然蛮无聊，可稍微听听也好。谨记那大人们的教导，将书本一页页背牢。老师说的这一题必考，究竟有多重要？哦，前面 A 段就是在讲，就是学校，就是上课很无聊。对，就是一个，就是，对，很无聊的学校生活。但是重点是和朋友打打闹闹，那种就是跟朋友开心，对，重点是朋友啊。但是这虽然我在讲解歌词，但我想要题外话，就是我不会特地早起到学校跟朋友打打闹闹，谁会啊？你们会为了跟朋友打打闹闹早起到学校吗？有人会这样吗？有人，我不相信，因为你下课时间就会跟朋友打打闹闹，对啊，上课累的要死，你都说那老上课就很无聊，稍微听听就好，然后你还要早起到学校跟朋友打打闹闹，我睡觉比较重要吧？对啊，你还有人会早起到学校跟朋友打打闹闹？好，反正我只是想岔个话，就是我不可能早起到学校跟朋友打打闹闹，而且我是不喜欢早到的人，就是我就是很喜欢压线，因为我就是社恐，我如果太早到，我就是要必须要被迫社交。打打闹闹，我打你的，好，打打闹应该不是这样，反正就是我不愿意早到，因为我就是想避免那个打打闹闹，对，反正哦，有人会早起到学校跟朋友打打闹闹，我会宁可多睡觉，那我压了 Alvin， yeah， 好，然后下一段，我这个歌词会讲解不完，从不发牢骚，遵守规定，不唱反调，是个乖宝宝呢，很棒很棒。画面揉着胶啊，这不就是刚刚手机进冰箱起雾的我吗？画面揉着胶，呆望挂钟一秒一秒，约好哦，没有约好，我自己加的。呆望挂钟一秒一秒，就是啊，在等待下课吧。像把水龙头开着就跑，却忘了关掉。它是一个譬喻。我想我迟早莫名其妙。陷入灭顶迷闹，像把水龙头，这是什么譬喻啊？像把水龙头开着就跑，却忘了关掉。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要把水龙头开着就跑？是一种我有点不是很理解。把水龙头就是忘记关水龙头这种事是常有，可是他说把水龙头开着就跑，开着就跑，可能啊，应该就是开了水龙头，然后你的朋友跟你打打闹闹，然后你就就玩一玩就忘了关，感觉应该是这样。我的解读，对，对，虽然是个乖宝宝，但是又有点健忘，好像是我。好，然后那个是灭顶，迟早陷入灭顶迷恼。然后再来，若这时候我就叫在做，若这时候我就叫在做名为青春的梦，要多么认真度过才隽永闪烁。镜子里我一切似乎依旧，还是那个我，一样继续走在通往未来的路途中。我在思考，他是在上课的时候在想，还是他现在是在哪里啊？为什么他会有镜子？应该不是在课堂的，但我不是很确定现在的地点在哪里，就是那个镜子。可能他现在在厕所之类的吗？啊，我刚刚已经念完了，在水龙头前面。哦，之类的，不是很清楚地点在哪，反正就是，对，就是很青春，然后要通往未来的路途中，然后就副歌了。我觉得地点应该不是这个地方重点，都好像纠结错的地方。好，然后副歌就是，就算狼狈不堪又手忙脚乱，因为喜欢所以追赶，结果无关失败，划得来就是到不留下一丝丝不挂。哦，这个好符合我们哦，就是就是虽然失败，但是我们就一直试嘛，一直试很多次，试到不留下一丝丝不挂，就是刚刚的我。虽然对看着办，没什么好提心吊胆，绕了点路，转几个弯，不嫌太晚。Anywhere, A N Y W H E R E, anywhere. Repeat after me, anywhere. Anytime, A N Y T I M E, anytime. 不论你在什么地方，不论你什么时候，对我都会不断把脚步迈开。OK.哇哇 girl， 哪里掌握才好？还不懂，但是嘴角总唱着爱的纷扰，这不就是我吗？这是我哎，只是不懂爱，然后还一直唱爱的纷扰，我懂个毛啊！我或许是碰巧，这个国家不见烟消战壕，这个字要打一下。烟消战壕，在学生时代有暗恋谁吗？没有，我是一个我不懂爱是什么。
想过思考，所谓和平不单一句口号。我知道地球上有71种烦恼，每个人都要确保幸福美满吃饱。这个歌词好可爱哦，吃饱很重要。如此巨大的问号，我实在太过渺小，只能够祈祷英雄赶快降临出招。哦，越来越有荣耀日的感觉，因为英雄快要出现的感觉。被空虚包围，痛泛滥，我舌头快不行了。痛泛滥，伤悲，无能为力改变，万念俱灰，心应声破碎，失去了感觉。一旦面对，为何得睁开眼？由衷的抱歉。对，我刚刚由衷的抱歉，是因为我 I'm so sorry， 我这个晚上唱了那么多次 Glory Days 的。仅剩透明的泪，物质坠落胸口的深渊。对，但我刚刚没有流泪啦，我刚刚倒流了蛮多汗，倒是真的透明的汗。然后副歌是，哦，第二次副歌不太一样，所以还是要讲。就算狼狈不堪，又手忙脚乱，遍体鳞伤，咬紧牙关也会习惯。First time, first, F-I-R-S-T, first， 就是第一次。第一次 ，first time， 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对。那我刚刚也是第一次演唱《Glory Days》这首歌，对对，请大家那个多多包涵，对对对 ，first time， 再难挨，总有一天将愈合成疤释怀。我身上好像有疤，先别急着讨牌，我刚才没有要跟你们讨牌，对不对？我们先等血流干，蜕变的姿态一定更加勇敢。有没有觉得我刚刚 NG 很多次之后，最后一次唱的 Glory Days 特别的有自信，特别勇敢，对不对？ Say no, say yes， 我们要学会 OK， Say no, say yes， 这也是我的课题，因为我不太会 say no， 我 always say yes。 对，要怎么活着我给自己交代。好，就是这样。然后后面就是一样的，对 ，OK， 朗诵完歌词了，反正荣耀之日是自己给自己的，对，我们要就是每天都活得很正面，不愧对自己，好，就是这样子。谢谢大家听完我的讲解，谢谢老师，下课了，好，差不多了啦。哦，下次我会好好练好两首歌再来唱，对，最后再来放一个什么歌呢 ？Rise Again。今天直播也差不多到这里结束啦，因为这礼拜播比较多天，我们希望就是不要播太长。大家礼拜五晚上9点也会有直播，可以到时候再见面。我蛮意外是今天 Glory Days 花了我这么多时间，今天真的是荣耀之日。那我来念一下今天的排名。好啦，希望经过今天的讲解，大家都有更了解这首歌的歌词在念什么。对，好，谢谢秋日红的红玫瑰。那我来念一下今天的排行榜。今天的13名是台中厂厂，谢谢台中厂厂。第12名是夏儿，谢夏儿。第10名是 QNK， 谢谢 QNK。第10名是钟颖，谢钟颖。第9名是博成，谢博成。第8名是阿奇拉，谢阿奇拉。第7名是黑流星，谢黑流星。第6名是 Sen， 谢 Sen。
第五名是熊熊，谢谢熊熊。第四名是天竺鼠，谢谢天竺鼠。第三名是土司吉，谢谢土司吉。第二名是荣哥，谢谢荣哥。第一名是小林，谢谢小林。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直播。好了，我好想要去尿尿。那今天直播就到这，我们礼拜五九点再见喽。大家晚安，拜拜。